各位阁员、郡守，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上课哈。啊，这节课是由我们参议院张文彦议长啊带来演讲，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谢谢。大家阁员甲郡守午安，真欢喜，搁看到大家。可能拢是缘分，大家才会过来坐伫遮。大家若有这个责任，为咱未来的子孙到奉献，我有才会来坐伫遮。安尼对啊，唔对啊？感謝啦！今仔日咱這個時陣啊，是要來甲大家探討的是公共政策甲財務啊財政的預算。咱早起第一節，因為有人在問啦。赖校长哦，所以我伫遮我补充一下，伊是足优秀的，一个，若讲我，伊爱叫我老师嘛，所以我甲讲。伊从头第一回来上课时，伊讲名师出高徒啦。我讲吼，咱翠兰啊，任以兰啦，讲比我较杰出啦。实际上啊，伊好好毕业了后，参加高等考试。才算高考及格，派去国税局工作，做了几年以后参加会计师考试。迄个时阵会计师考试唔是像即马这个时阵呢，即马这个时阵会计师考试吼，甲考大学同款啦，无虾米稀罕。因为即马考的会使分四年啊，及格啊，八科分四年，甲考及格就好啊。阮迄阵甲伊咧考的迄阵，啊一次通过呢，无遐简单。迄阵啊咧考试啊，较早拢是个位数呢，所以。我足优秀的会计师通过了后，伊过去读中山财政研究所，了后过来读台大啊商学所。伫台大摕到博士了后，过去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的研究。登去学校，因为学校自主啊，可能才有机会啊，做校长。校友支持，一投票，伊最高票，这那是无法度的啦。那伫我迄个时阵啊，有人问讲，张教授啊，你都。资格什么条件拢够啊？我讲歹势啦，拢空降部队啦。较早较实的拢空降部队。那照讲伫台北商专，我会使安尼讲，上少年的本土台湾人，佫
阁做一级主管，就是我。啊，咱也无离开，无法度阁升啊，已经甲顶头啊嘛，啊阁做一级主管嘛。啊，我咧讲，阮以前的校长什么人呢？吴思翰，大家唔知哪卡老辈啊？他是庐山管理局的局长，伫大陆啊撤退来接掌台北商专。你讲看甲蒋经国有肉无肉，讲安尼就知。蒋经国以前住伫啊庐山啊，啊伊是庐山管理局的局长呢。江西人啊，他是江西老表啦，好好来滴，80%拢是江西老表，安尼大家都足清楚。所以因为秘书长讲要来讲啊预算这个审核的代志啊。我甲讲好，我来请一个啊教授来上课，啊，我很专业，我现在我咧做这个工作，啊，伊上下啦，大家听起来足清楚嘛，啊，我足简单嘛，所以啊足好，啊，我今仔日。咱是要讲是讲公共政策甲财政的预算，实际上阮两个要讲的，伊迄个大纲内底啊，拢无冲突。我会讲的，我会去补足他；啊，他的啊，伊讲的，啊，我会提来甲合来，效果足好，真正。那家两个共同学的，实际上无。我原在迄个课是要让伊上，啊，必须得讲我爱来上一个，我所以讲好啦，啊无我就较简单的上这个公共政策甲这个财政预算。咱上重要，爱了解什么叫做公共政策。咱开场白啦，讲一个一寡的怎实例啊，予大家啊了解一下。因为啊，公共啊政策是啥物，咱大家爱知啊。大家可能我会考试嘛，对不？啊，无要紧，啊，考试大家放轻松。你若读落啊，有顺，你就甲打签。吼、哦，读落啊，无啥顺，你甲打叉。我本身吼、哦，高中啊，咱国家考试院办的会计啊，迄、那个叫做管理会计啊，成本。以管理会计的审题的委员，高考甲普考，啊，我咧审查，我出来无啊审查的题目啊，拢会看前面跟后面全部都是对，啊，一定对，不会像大家考进手啊，前面对后面错，不会这样的啦。因为哦，前面对啊，后面也要对，这样的题目才是健康的嘛。啊无，伊个国家考试到时会去用，啊那证明得对，啊后边唔对，啊到时对啊唔对。好、哦、啊，这所以安尼大家清楚吼、哦。啊，所以讲我咱国家的考试啊，迄、那个高考的命题，因为我是。成本跟管理会计的审题啊，所以这个给大家知道吼。啊，咱那边审查题吼，我的部分吼，
你那弄个下掉吼，啊，照讲那六十分以上。哦，啊，这就是安尼嘛，袂使讲拢安怎，拢唔对嘛。哦，啊，这不，这事实是安尼，你爱了解讲，哦，咱即嘛讲即个安尼顺序落来，公共政策是政府决策部门在特定的时间要解决公共问题应当采取的方案。安尼啊，足顺的嘛，对不对？哦。啊，这就是讲，因为咱家都用实例来探讨吼。咱较早诶来买国民住宅，毋是较俗，是毋是有这个观念？对无？但来讲诶，遐大家有国民住宅，咱来买应该较俗啊。啊，起码毋是啊，应该创一个名词。讲什么合宜住宅啦？哎，伊会使卖一平，卖七八十万、几百万啦。安尼敢是毋是咧解决公共问题？毋是啊，咧协助财团，好类似大家去想啊。因拢用亲用一个啊，你来用哦做国民住宅。你讲啊，你在什么国民住宅？哦，你一平七八十万哦，大家就讲啊，这未使买，大家买去买。伊即马唔是呢，要予大家拢来买，我讲合宜住宅啦。啊，这个啥？六三三同款啊，吼、哦、啊个。三环三线同款啊，甲你画一个数字，啊，予大家认为讲，哎，这个数字是对哦，因为啊，咱第一节数字会说话，有啊无？大家足清楚嘛，啊，伊甲你讲用六三三，啊，事实上他有没有说话？拢没有达到嘛，对啊，好、哦、啊，这里三啊，讲做三线三环，有达到不？那无嘛，所以这拢全骗的，无法度。哎，啊，过来，咱要好了解，要为着要来公共的问题，讲啊，咱因为现在高速公路啊，车较济啊，干那讲。卖过路费啊！用扫描的设备啊，委托财团来遐收钱，安尼敢对？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高速公路，咱交钱啊，纳税金起起来啊，足好走嘞。干那有这个有这种售票站。干那速度较慢一丝啊，因为讲啊，未来要这个高速公路很顺畅，安尼委托财团来遐收钱，安尼敢对？绝对唔对，是毋是这包摊呢？啊，稳摊呢？啊，政府袂晓做。啊！你看，伊讲，干人要解决，讲这个速度要较紧，啊，就叫人啊财团来遐收钱，来遐算银票。啊，你大家去想就好啊。好，后来啊，咱即摆过来讲公共事务是啥物叫做公共事务？公共事务是要来解决人民的问题啊。满足人民的需要，啊，就是要来使这个促进社会福祉，甲保障国家安全等。啊，这是啥物？咱拢爱去听人民的声音啦。啊，李登辉总统啊，足好嘞，伊讲要倾听
人民声音。啊，所以这拢是啥？咱要做公共政策内底吼，爱了解。好啊，这应该大家拢清楚啊嘛吼。过来，政策的类型吼，政策的多些类型吼，依照学理来讲啊，啊，咱有分啊，叫做分配政策，哦，啊，什么叫做分配政策？就是讲咱的财源，吼、哦。啊，来分配给有特定啊一部分的人来享有，吼、哦，啊是伊来承担，啊，这就是分配啦。咱所讲的叫做啊救济政策啦，社会救济啦。啊，从这个啊做社会政策来讲啊，啊，现在。咱要实施12年的怎么样？国教嘛，吼，教先进国家来讲，啊，先得要读册，爱开钱啊，免，唔免，一部分早期的人。有的人哪会走去西德留学？西德学费免钱啊，含外国人去啊读册都免钱。所以有的人怎无法度去外国去留学，伊就走去大留学，走去西德留学。欸，啊，美国人咱迄个时阵。伊认为讲，希望国外较精英的去美国读册，但是伊有奖学金，吼、哦！啊，美国是安怎？到尾啊，伊认为安尼也袂使哩，哇！愈来的人愈侪安尼啊，啊，恁国外的人，安尼国外来读册要收较贵，啊，这那是咱来讲，咱这就是。所讲的，伊就是这也有做政策啦，哦，也政策啊，政策咱有讲有分配性的，哦啊，就是这个因素啊，咱过来看管制性的，什么叫做管制性的？咱较简单的讲，咱迄个油品就是迄个汽油啦。汽油，咱只几间会伫做啊？港油加啥？加台塑啊？迄阵的目的伫带，目的讲不要给中油独占啦。后来安尼才开讲啊无好，啊才好啥物人？啊，再来和啊，做一切都是咱所谓管制性的，再来啊，各学一个台数。啊，实际上两个都共同好啊，这个起价啊，过无几点钟啊，这个起价啊，拢同款。伫外国唔是安尼呢，伊个加油站嘛、啊，有诶要加油诶是晒出去。标价哦，一公升多少钱？欸，啊，有的讲啊，这较贵，西那边搁看，哦，这一公升较俗，啊，走的较俗的天。伫外国拢安尼嘛，迄个加油的价格不是啊统一的，啊，有的伫咱台湾安尼，这叫做管制性的，变成安怎？那去奖励一下财团，嘿，啊，拢大家咧想看嘛，欸，奇怪吼，咱政府咧做，拢咧奖励财团呢。啊，过来，瓦斯，什么人咧做？讲辅导会，啊，辅导会变成一些回毛，
最近啊，报出来的报有灰猫，伊的年薪啊，伊的年薪偌济？啊，讲有400万。所以，咱应了解讲，真正拢是管制性的，吼、哦，啊，无就国民党的事业，叫法都做这个啊瓦斯，啊，这都是管制性的吼、哦。啊，过来，咱来看，从分配性的政策，啊，咱最近啊。啊，财政部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重分配，就是讲，咱所得超过1000万的，再来征收这个啊高所得的税率。啊，这哪算讲啊？咱也得了解讲吼，我认为。张忠谋真的也很了不起，他也感恩国家的啊给他的投资，因为成立了那个叫啊台积电啊，他当董事长，经营的也很好，所以他也奖励说高所得的多缴一点税，哦啊从这。就是要跟你说啊，这就是叫做重分配啦。啊，过来自我管制的政策啊，有当时啊，那咱伫咱家吼，要讲自由管制的政策啊，要来实施，有当时啊，咱这边拢啥靠关系啦。啊，你甲什么人有熟识？啊，这个什么人咧做？啊，拢牵亲这个姻戚啊。啊，到尾啊，就什么马马虎虎。哦，你爱证照，我发一张给你。哦，啊，这那管制这个自我管制啊，那个咱咧讲诶，实际上伫啊较先进的国家，我以英国为例，英国的。会计师的证照考试是因会计师工会的发行的，南非的会计师的证照考试是南非会计师工会的发行的，因那就是啥自我管制，你要执行这个业务，你要来会计师工会登录啊，要参加他们的考试，通过，予你做会计师。咱家唔是啊，咱家是用啥？用我考试用的，还算好啦，客观啦。但是南美洲、巴西啊。会计师不要考了，会计系毕业拿到毕业证书就可以去申会计师证照。好安呢，哦，当然这个水准上就，因为他们那个国家，你那是机械系毕业，他就。可以当工程师，也不要他们国家考试，他认定是这样的。当然他是啊葡萄牙系统的，各地方有不同。啊，这就是讲，咱也是好学校啦，大学作为管控啦，大学一毕业，你这个科系就授给你这个啊。职业的证照，你化工系毕业，你就有化学啊师。凡是开化工厂，你必须要请一个化工系毕业的在公司工作，啊，没有，那你就违法，
就要罚钱，类似这样。哦，啊，这大家和大家清楚哈。啊，咱即马过来讲政策的结果啦，都是由啊上层的指导下层的。哦，啊，就因为实际上要实施一个政策啦，当然也可以由啊下层的啊意见去啊提供，这个是也可行的，并不一定从上层的，但是有时候大部分发动都是上层的啊较济啦吼。啊，咱遮就是要了解讲，哦，以这个啊做政策啊，是从啊优先顺序排列。哦，这个叫做啊，政策是根据啊优先顺序，哪些是优先，哪些是次优先，哦，啊，当然这个计划啦是要来达成目标可测量的啊目的，是哪一个要达到这个目标，啊，再来啊实行方案，哦，啊这个有具体的行动啊，它的程序跟步骤，拢爱有啦，哦，啊，这予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啊，即卖过来看，这个足重要诶。这个就是讲所有的政策啦，若无依照这个方式来形成的话，往往都会啊。是错误的，五位人讲错误的政策啊，比贪污还要更严重。啊，这实际上，咱我提例子来说明。咱即马讲，这个政策要制定啊，拢要有需求认定，啊，然后再考量啊，就是建议啊，形成。过来是政策的采纳，过来是政策的执行，跟政策的评估，一定要从这个顺序跑一遍，再回头来。如果是对人民有益，能够解决人民问题的，安尼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当然，这个程序的步骤，利用不同的啊科学的一些方法，我们都要去啊了解啊。当然这些啦，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全部啊都是很清楚，只要同学了解说这个程序。是要这样从这种顺序跑一遍，然后再绕回来。当然，每一个啊步骤里面都有很多的啊，这个都是课程呐。所以要了解，要制定政策也是不是啊，真的不简单。他必须也要有专业的人啊，他。会有这些因素啊，按照这个课程啊，咱家若要修起来吼，我差不多要达到研究所的啊水准。所以我已经啊，大家知影讲有这个科目，可以有的可以上网去讲啊，这是在讲啥，你去了解一下就好啊。好啊，这个没有问题，大家就了解说啊，这个程序是要这样。绕一遍啊，要这样啊，走一遍。咱今嘛要来看，迄个政策哈，政策啊错误哈，咱啊要不要讲啊？咱个等下讲政策哪是错误哈？像什么？合适哈？安怎讲政策错误？伊了偌侪钱呢？啊，我啊查一些资料里面呐，啊，要我甲大家补充一下，吼，合适啊，
在这个1992年，迄阵啊，行政院的核是1697亿，哦，1697亿核是的时候，因为政策草率啊，啊，这都是啥？美国他要推销，啊，我们是美国占领嘛，台湾。美国是只要占领全国嘛，啊，都要听美国的 啊美国的国会这些都要他们的美国利益啊。他说你要来盖核四，啊，好了，预算多少钱？1992年1992年1697万，7亿哦，1697亿，啊，2004追加190亿，2006追加448亿，2009追加402亿，过来2012搁追加101亿。啊，2013啊，个追加117亿，加起来个拢总偌济，个即几年敢那追加都1258亿，啊，个以前开的啊，就是咱算算个啊，要加3000亿，啊，有发电啊无？实在看，干那错误尔，政策错误尔，啊，就安尼啊，所以讲，这着咱互咱互咱大家啊去探讨吼。咱即卖要来讲啊，要来讲财政预算，咱大家会使甲啊。赖校长的资料的 PowerPoint， 啊，甲含我的资料，你甲合作会，欸，啊，拢无讲的，拢无去小讲着啦，吼，哦，啊，甲合作会，用讲我一个足好的教材，吼，哦，咱即摆就要先讲啊，这个叫做财政啊预算是啥物？啊，咱就讲啊，这个预算就是讲未来年度诶，做税入甲税出的预算，吼，哦，啊，这个啊计划啊甲控制，啊，是咧用啥？用货币的数字来表达，吼，哦，啊，伊讲数字会说话，吼，哦，来就是用数字，货币的数字，啊，过来讲啊，咱这个由政府机构。依据下政策的编制，经过国会审议通过后，交由政府机关来执行，啊，可以加强政府机构啊财务管理啊监察的能力，啊，和咱的政府的财政啊透明化。行政单位啊，他最不希望。啊，这个财政透明化，让恁看无啊，数字一大堆，啊，你无法度去审查，啊，他们就占便宜了。好，哦，这就是要爱好了解者，啊，咱好看，这个是新加坡人家他们对于这些预算啊，啊，这里，个，啊。社会的一些啊补助，它都很明显的把它标列出来啊，这样给大家参考。吼，哦，今麦要解释这样啦。吼，
下面叫做啊税处，哦，税处等下各机关的会计年度内推行各项的政务之一切的啊支出的计划，叫做税处预算，但不包括下面，不包括下面。债务的偿还哦，啊，那有包括是不是叫做啊，咱叫做啊，税处，不是哦，哦啊，这个地方大家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字了，哦，因为现在要爱在家用红的，但不包括什么，啊，这个爱清楚哈。哦这是一般的支出啊，你要个拜入债务的话，真的不是年度啊嘛，可能也会跨年啊嘛。好、哦，啊，今嘛要个讲支啊，咱这里要做啊，税啊税出的项目有啥物？拢总一般有高种，这高种无要紧啦，因为高种吼、哦，你咪去看表格内底吼，就有这个啊高种的项目。只要咱爱下面叫做税出爱知影，吼、哦，啊，过来都爱要讲，就是讲税入，税入是啥物？啊，税入是啊，就是咱政府的啊，迄、那个会计年度内啊，支应上项的支出计划，所啊，咱的所计划啊来啊筹措的这些收入啊。的收入吧，叫做啊税入预算，但不包括什么债务的举借，跟以前年度的啊，有点有错啊，所以啊、哦、啊不包括啊，所以讲这边也不包括啊，也项目有几项啊，有扣税收入、营业啊、盈余。跟事业收入，啊，这里还有规划跟罚款收入跟财产收入。咱阿伯啊吼，罚款收入尽量不爱，用鞭刑就好啊。你罚款，我有钱啊，啊，我钱给你罚啦，啊，伊就要甲你犯规啊。哎，大家可以思考看卖，有一个新闻报道，伫欧洲。一个市长啊，塞建车，甲一台迄个辫子的，停伫超出红线一点，伊开这个建车，怎甲超过的部分怎甲搞过？唔知有看到这个影片无？有嘛吼？大家记忆犹新。这实在袂歹，阿伯吼，咱也使乘这有钱啊，啊有钱，伊都要甲你开较伫红线过这个红线一丝啊，啊伊讲啊，你来，互你开钱啊，互你开单，啊开单都无效啊，塞进车怎甲交过？这是欧洲哦，伫欧洲哦，所以吼、哦。啊，咱尽量这里买了，吼、哦，这个罚款收入都不要，都变成就好。啊，这个严格哈、哦，这一个会使个补充个，伊无讲到严格嘛，啊，佮无讲到啊税出税入，我遐明细嘛吼、哦，啊，拢会使补充，予大家啊了解一下就好啦。咱即马上重要就是要讲这啦。咱的叫做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三摆来来去去三摆，送给美国，回来，咱才通过24、29条的规定，以后，咱会照这个规定落去做。因为美国三次通过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遵守。所以咱即马特别甲讲，这都二十九条的规定啊，咱特别就是讲爱讲一本笔啦，即啦足简单。有诶讲啊，讲到这吼数字啊，讲到啊比例吼，啊，就读到唔知要想要代啊，足简单。我来用一个四字来讲，这个是利益啦，这个是啥成本啦？啊，拢甲化作数字，化为用数字来表示。利益那是五，成本那是四，安尼大于啊小于？啊，大于一就爱安怎？啊，就爱通过嘛，按照顺序排列嘛。这个咱有一个实例，哦，啊，来讲，佮这个所在呐，爱大家爱注意，因为这个是啥？计算一本笔的时候，非具体的效益的总额以整体效益的总额的30%为上限。这句就是讲，有的好像我们要推行免费上学，从出生到大学全部都免费啊，这是效益没哪算，有当时啊效益就歹算的。安尼唔要紧，就是这个部分，吼、哦，诶，这个效益的总数的30%为上限呐、啊。安那一切都是啥？这都是讲国务院啊，爱2年内还可以作为调整呐、啊。吼、哦，那你咪讲爱40%，啊，咱就调整40%，这都是和国务院行政单位。啊，可以做一个衡量啦，吼、哦！啊，这个一定要大家去了解。你要编预算的时候，你事先就要考虑。啊，咱起码就是讲，安怎算，安怎算，就是安尼算。咱头拄啊，甲讲的，讲啦，效益呐3，成本呐是4，安尼。一本笔就是小一啊嘛，这就是蚊子馆。以后没有效益嘛，我阁要直接要阁强调一点：为什么叶世文营建时一拿到预算，他们就自己搞了？有没有真正国会在监督？没有嘛，行政独大，好、哦，行政说啊，这个啊，啊，这个是马英九的政见，要啊，有多少亿要给合一住宅，碰到合一住宅就营建署去包办了，其他人插不了手，预算又有，当然他独大。咱这个一本笔按照这个条件，没有办法行政单位去独大。你送到议会来，送到议院来，按照这个程序，没有了全部退过去，都退回，安尼就不可能有叶世文这个案件。所以早期在规划的时候已经想了这个文字馆的问题，所以我很感谢咱早期这一批人啊，他们用的智慧还留下来啊，我们到现在在执行的时候也会跟着这个方式去走。哦，因为比较后来的不了解状况了，他也不会去重视这些，所以我要给大家知影，这个就是要按一个例子给大家知影。啊，那
要甲讲，互一个实在足简单。啊，数字呐是足简单，但是大家卖看甲讲啊，这个无爱数字安尼算。实际上，这个是足简单。咱即马就甲讲，依照经济学的观念，这那是用经济学观念找出来的啊。伊这是啊，这是产出啊，这是投入，吼、哦、啊，产出投入啊，这个地方我们是灰色线，不是直线啊，色线的话是直线，吼、哦、啊，这就是依照经济学啊，供需关系的线啊，去规划啊，我们把它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啊现象，第二个现象，吼、哦。到这边是负的，产出是负的，哦啊，这边的算是正的，哦啊，这边那是第三个现象，也是啊，这边也是负的，这边也是负的，啊，这边啊投入的话是正的，啊，这边啊是负的，用这种观念，这四个步骤的观念去规划。当然，这样看大家看的有诶，无较无深入的人会看到都飞去啊。啊，实际上，我要跟咱用实在的例子，用实在的例子来看。咱讲第一个现象吼，就是安尼啦。那啊，投资300万。啊，来经营啊，一年赚啊600万，所以咱交税了后，搁赚120万，安尼这个会使做啊，袂使做，会嘛有赚钱嘛？哦啊，这里都爱玩有大观念，这都这第一个现象，这边都是正的，吼、哦。啊、来看第二个现象、哦、第二个现象啊，因为这边的负数啊呢，啊这边是我产出，我是正数。哦，咱家讲，咱家来看，哦，咱的厂房啊，那缩小去租出去，咱减啊，咱的使用率啊1万平啊减少去，啊，但是咱租金有收入。这个减项，但是咱租金啊有收入，这就第二个现象。啊，过来第三个现象，啊，第三个现象啊，咱来看啊，大家来看第三个现象。伊这就是讲啊，这的人才啊啊集体罢工啦。哦，啊，咱损失偌济，但是咱损失嘞，咱这里你看，这啊减项，啊这边人负面的，拢是负面的啦。啊，伊只有说明啊，吼、哦，啊咱减啊营收啊减偌济，啊5000万，但是咱减负盈的啥，迄、那个薪资3000万。啊，实际上这是损失的嘛，咱人民还是这个是不利的嘛。过来看第四个啊，咱头拄啊讲过啊，哦，这电脑咧追加啦，甲即卖也无亏很大，哦啊，头拄啊数字有甲大家报告过吼、哦，这实在超过啊这些，拢是负数。拢直直啊做啥？啊追加预算啊，这拢负面，甲即马也袂发展到一度都无安那行到。咱即马要举这个实例，用这个实例来探讨吼。啊，这个实例就是讲有这个例子，啊，希望大家我会使扩展去，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啊，照讲啊。时间是够啊，搁耽误2分钟。伊这就是讲，
啊，台湾民政府啊决定伫这个中央新村啊，要设一个高铁接驳，啊，互伊大家较方便的。啊，因为有200万人会通勤的这个列车啦，正面的票价收入啊，佮可以节省15分钟。负面的是啥？啊，我们收钱的项目就是讲减少空气污染，这点也是啊。啊，佮咱有这个污染的成本啊，约单为1.2。所谓约单这两字啊，都、就是相当啦。有个人看无啦，那伫这个以管理会计来讲，生产成本会计里面。叫做约当产量，啊，什么叫做约当产量？有的制造的过程是做一个原料，甲制造当时南来去滚去拉，即马讲时间到啊，即马到底是约当产量是偌济？这叫做约当产量，咱遮就叫做约当。哦、大致、哦、是1.2，好、哦、类似安尼，予大家知影者。啊，投入爱造价30亿，每年的营业成本啊5000万，好、哦、啊，咱总啊建筑10天3年，啊负面的产生呐、啊，啊咱的啊负面的啊产出啦，拢统20万使用，因为你若无设立。啊，伊会去啊，做啊堵塞交通，啊，他爱增加10分钟，啊，因啊爱这个成本，哦，交通成本，啊，过来负面的产出的成本，咱得约啊，约当啊，啊，2亿，只爱拢甲列列出来，只爱讲拢甲列列出来，咱要来算讲，请问这个啊方案。啊，众议会甲参议院啊，啊，恁郡守啊，跟各部会所做的这个计划啊，依照一本比甲算起来，啊，爱通过啊无？啊，就安尼，加减减算出来，这就是计算式啦。哦，这整个计算式啊，加算出来啊，咱，吼、哦，这个计算式，吼、哦。大家会使确定的参考吼，啊，这好好啊做速递，然后，搁大家会使搁提这个案子，啊来过去，安尼就是讲推估啊，议会可以通行，因为他算出来，哦，总成本，啊，总成本啊是48.啊10亿哦，啊，起码。迄、那个做总收入啦，就产出的啊总收益，就是拢总是65.12亿，哦啊，所以大于一嘛，哦大于一，所以可以通过。啊，咱这是咱从咱的网站较早的上课的资料，把它整理出来，啊，予大家带登去做参考。哦，啊，这会使偷偷去参考，啊，无关系，啊。